原标题：古代的宁古塔有多可怕？为何有些历史记载的满清官员都怕得要死？在现在的很多人看来，宁古塔应该是一个人间炼狱，不少影视剧中都有这样的一幕。清朝某大臣触怒了龙颜，被皇帝下令流放，而流放他们的地方正是宁古塔。这些大臣往往宁可死都不愿意去宁古塔，在他们看来，去了宁古塔往往还不如一死了之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其实要真是说起来，宁古塔这个地方，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座塔的名字，其实并非如此。宁古塔是一个地方的名字，在现在就是黑龙江省的宁安市。可以说，宁古塔正是见证了大清兴盛以及灭亡的整个过程。满清当年入关，正是将这里设置为了东北地区的军事重镇，可以说这里是掌管着整个黑龙江流域的关键所在，常年有着大量军事把守。宁古塔到底不好在哪里？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，宁古塔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往往不是其他东西，正是它恶劣的气候。宁古塔地处极北之地，北方当然是相当冷的，就算是现在在这个全球变暖的时代，北方都那么冷，更不要说清朝时期了。往往宁古塔正值夏季，就会飘起纷纷大雪，一年中都少有天气晴朗的日子，甚至很多时候气温能降到零下40多度，真正的做到滴水成冰，在那样的环境下生存下去本就不易，何况被流放的大臣还要在那种时候下做工呢？既然是被流放的，那么必定是要承担起当地的建设。这些大臣们平日里养尊处优惯了，突然被发配到这么个地方，自然是接受不了的。特别是他们还没有取暖的物件，很多人还没到那就冻死在了半路上，更何况他们去那还要进行大量的劳动，处境自然是更加艰难。其实宁古塔虽然气候比较恶劣，但是物产还是比较丰富的，这点从现在的东北粮仓就能看出来。很多时候执掌着话语权的都是一些书生，在他们看来，宁古塔就是那样一个地方，虽然他们不曾亲身经历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强行引用宁古塔。毕竟未做新词强说愁可不是说说的，宁古塔的凶名也就这样传出去了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